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感谢大家、看我们的 LTV。其实它这个网路就是为了要替代马路，对，你在马路上是个咖，到网路上才会是个咖，他们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呈现。而事实上对一个本来在传统的艺能界里面服务的人的角度来讲是无所谓的，闽南语讲这一窟钓不到鱼，我们就换到这一窟来了，所以它是一种不断的改变。如果说有人问我说你现在还做餐厅秀吗，那你就是外行了。你现在还做校园演唱会吗？差不多20年前也都快没了。你现在在做工地秀吗？没了。慢慢的餐厅秀什么这些秀没有，你不觉得现在开始有人买票看小巨蛋了吗？那慢慢的这电视里面，哇，我一定要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的某一点才可以看到某一个节目。 No，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灵魂不断的流窜在每一个不一样的形体里面，比如说我们的 LTV， 你就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吴宗宪。时代不断在改变，进入网络世界里面，我们也就变成了网红，而中国大陆第一个网红就是吴宗宪。嘿嘿，为什么？因为他们过去都从网络上面看。我猜，为什么那么多人要看17年的节目？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变化。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在 LTV 啊，我们这个所有好朋友记得在 LTV 上面呢，跟我们这个点赞一下，然后按订阅小叮当，小铃铛了。宪哥在 L 杂志里面的 LTV 持续给大家提供很多不一样的新知，爱你哦，呀、yeah。百善孝为先，百病胖为险。在这边有这个红梨果胶，来撕开，它真的对身体非常好。它是全世界食物里面营养成分最丰富的一种，所以可以让你的身心得到一个最纯净的健康。红梨有一个事情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就是它的抗氧化，所以人就会不老。人的精力的来源来自于不复杂的食物，让你的肠胃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休息。